Hello， 我酱哥啊，今天来改这台极品瑞巴拉 GTS 啊，有没有貌似某一台跑车啊？咱们上去瞧一瞧。运动休旅车，帅气！来改一下，咱们的护具就不改它了，刹车改下去，加一点点刹车，还行还行。咱们的前保险杆有什么、啊？增加了尾翼啊，车翼，算是一种定风翼造型吧。这个是底板的。后保险杆有什么？看看。OK， 碳纤跟塑胶，塑胶是比较不耐撞是吧？我觉得应该还是要选碳纤维的吧，碳纤维比较好看。来来来来，好，我们的引擎改到满了，改到满五星了，全满了，3万块买了。我们的排气管就大概选一下好了，因为好像就是造型不同吧，这个椭圆形有点怪。好了，我们就这个好，太金了。咱们的挡泥板有什么、啊？它好像是我加了一个宽的，是吧？多出来一小边，碳纤的，好的，黑色，水箱护罩是前面的，这我觉得看个人喜欢吧，我个人觉得原厂比较好看啊、哦，这个就两个 logo 了，这样子，我们先用原厂，等下再改，然后引擎盖有什么？我觉得可以耶，我觉得可以换那个大 logo 在前面的，然后引擎盖换一个。可以看到整个画面的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好。那我的引擎盖，水箱护罩换这个吧。然后车灯，我个人是喜欢红色，选错了这个。啊，这个霓虹套件不改，换一个涂装，涂装可以是德国汽车的概念。贵样竞速网，贵样，海洋陈列室，红木，墨工遗产，哦，这是红色条纹哎，哇哦，分裂西伯利亚是什么？哦，一半有一半没有啦，咱们就选这个吧。这个好，哇，这个比较好看啊。可是后面迷彩的话，前面要什么颜色啊？咱们选一个颜色比较适合的。这个肤色掉了，喷漆换个颜色，这个颜色比较好看。这个随机的，哦，这是什么？亮红色。可是还不能买啊，这个搭配这个 logo 可能要深色吧，因为它字是白的，虽然说它是这样黄色的边哦，黄色的边可以跳出来啦，但是有可能要深色系的颜色，突然觉得这个涂装不适合搭，我换个颜色好了，涂装换一个，这个还 OK 啊。Uber Match， 是 Uber Match 吧？对 ，Performance Turning Department， 这个好了，这个颜色比较好搭啊，随便喷呐、啊，颜色就是搭配，就是喜欢就好了。红木应该是搭配这种黄色系，颜色应该 OK 啊。副色调是什么？看一下，副色调在哪里？我的后照镜。我照镜，颜色其实亮色就好了。中黄颜色有什么？看看，中黄颜色是我们的椅背啊。这个好了。防伪蒸汽在哪？哦，前面引擎盖，
前面的引擎盖，这个不需要。是碳纤的车顶，换个颜色，我觉得黑色好像比较适合啊，就黑色吧。黑色还是可以。侧裙，侧裙就随便选一个颜色，还是可以。我觉得有什么？哦，上面的，感觉它可以甩尾呢，不知道好不好甩。比赛啊，比赛扰流板有涂装，咱们的炫调系统要降低一点点好了，这样子。涡轮产生器是什么？这有涡轮吗？跑起来有涡轮效果。先这样吧，再改下去了，改好改满，改好改满。咱们的车轮轮胎款式。对，用红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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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色。好，那个车窗就稍微用暗一点吧，就这样吧。咱们去试车一下。哇，还在下雨哦，还在下雨。哎呦，第一人称看起来不赖呢。起步很快哦，这台车起步很快，急转弯怎么样？看看，太晚转了，我试试看这里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哇、，damn， 不行啊，母汤哦，蛇形。被卡位了，被他卡位了，超车啊，超车啊！性能还 OK 啊，改好的时候，这就是一台修理车。哎，超车很好用啊！来试看转弯，哦，大花。超车，哇哦，超帅的，超帅的，突然急转弯就不行了，还是有角度限制，哎呦，没撞到呢。第一人称急转弯怎么样？不行，不行。哇，超快的！现在不知道时速多少了。哦，哇哦，乱撞啊！我玻璃破掉了啦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行！哦，这台车，修理车。喜欢这台车，赶快去买吧！这台车不贵，对不对？几百万就有了。哦，知道有人想要看潜水，那就潜水吧。我们想办法飞下山去，飞！哇哦！哎呀，失败，失败！哇哦！性能很好呢，哎呦呀！啊！我被杀死了，哈哈。OK， 影片先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